Judge, timekeeper, ready, fight! JCK 战决城2023赛季超级战。 吴天锦对滕立格第一回合，好，我们看到这是一场战力大战啊，但是不同的风格应该是踢拳去对阵散打。双方呢都是战将，看到非常快速，又是后手啊，没错啊。吴天锦呢，我们看到他的这种战将的风格呢，非常像我们比较传统的散打风格。是啊，两位拳手在比赛当中，我们看到都没有特别的去强调，我并不会在比赛里面出现更多的这种特色。我们看到果真呢，跟我们赛前判的一样，是滕立格呢是首先采取了缠斗。 想要去斩断吴天锦的技战术链条，没错，在赛前的战报环节，乔布老师就说过，这场比赛可能胜利的关键就是寻求突破。是的，我们现在看到滕立格是在上位，这也是在我们 JCK 战局城的赛场啊，滕立格为数不多要展现自己缠斗实力的一场比赛。没错，这边直接切削，我们看拿到这个位置想要去压平，但是没有那么容易，对方的一个大力的起桥，看。 现在看到确实吴天锦，哎呀，直接骑乘了。现在滕立格占据上位，非常重的砸拳，啊，背部骑乘，看不着急啊，现在是调整，继续砸拳。看到，哎呀，啊，滕立格，哈哈，也是兵不血刃。 确实，对于吴天锦来说呀，那个技战术链条是比较早的被斩断，所以，我们其实还没有能够去真正看到吴天锦的这个战力打击的水平。在这里呢。